新版本真的太好玩了，这个版本叫做动物丛林，顾名思义就是动物的版本，在活动建筑周围会散布着六种动物，雪豹、猛犸象、卡皮巴拉、企鹅、猫头鹰、熊猫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，玩家需要用希克斯扫描仪先来扫描，成功后就出现在自己的列表里了。雪豹是一款载具，可以骑着它移动，还能在建筑物上进行攀爬。卡皮巴拉的技能是在原地留下一个它的本体，然后召唤150米内的队友，可以直接传送到队友旁边。猫头鹰的技能是能发现200米内视野内的敌人，并标志出敌人所在的位置，用来找人非常实用。熊猫技能可以变出一根竹子，将竹子丢出去，熊猫会吃竹子。在熊猫所在的小区域内，可以恢复玩家的健康值和能量值。在车上使用，能恢复全车队友的健康值和能量值。猛犸象也是一款载具，它的技能是冲刺，除了可以在陆地奔跑之外，还能在水里骑行。这个模式一出，感觉就是在动物园里啊，真的是蛮有趣的，大家不妨去体验一下，你肯定会爱上的。